Read a card。妈妈怎么可能忘记你的生日？你在2007年11月24日，从我肚子出生，对一切都是妈妈的动力。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，你有想法又迷人，你的未来会很棒，只要坚持做对的事。我写的这个很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